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Let's go。早安。昨天的影片里面，我首先抱歉，因为我那个过去的地方是不好的地方，所以我下次更小心。啊，所以很多人说台湾的交通其实很乱，但是我也需要小心，所以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抱歉你们。我今天吃凉面或是卤干面，我可能吃凉面而已，因为我肚子不太饿。OK， 那走吧。今天好冷呢，今天五月三号嘛，五月三号是五月四号，非常舒服呢。那个是台北 101， 台北101，看到了吗 ？OK OK， 我今天去的地方是我推荐的卤肝面的地方。卤肝面、凉面非常好吃的地方。呀啊，一个凉面炒的。嗯。没吃哈。那就没吃。老板加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，谢谢。非常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。